大家好，我现在石嘴山，身后是宁夏煤炭地质博物馆，这个地方建设规模还是相当好的，走，我们进去参观一下。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风太大，至少有5到6级风，稍微沙尘暴应该倒没有，就是风太大。看一下这个博物馆建的比大五口的那个要感觉高大上的多啊，这个上面写的宁夏煤炭地质博物馆，这能不能进得去现在不好说，我先到门口就问一下，应该能进去吧，只要不是周一不都是开门的吗，对吧。走到门口了，确认进不去，门是关着的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关门了，进不去，那我们就只能在外面看看了，站得高看得远。没想到他不是周一他也关门啊，难道是因为这边人少吗？看一下远处的那栋老房子，很经典，还有远处的那个贺兰山，感觉灰蒙蒙的是吧，就是因为风太大了。没想到这么好的博物馆今天进不去啊。那边那个老房子能不能参观啊？那个估计也是没有人的，因为看得出来好像一个人都没有，外面是围墙，应该也围起来了，因为这边都是工业性的城市，好多老房子现在都不住人了，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因为当年他们大三线建设的人现在早就退休了。进不去呀，这么好的博物馆进不去，可惜了呀。天上的云它感觉有点那个灰尘，是不是沙尘暴在这个云里面，因为我坐在这里我没有感觉到，但是我的左边是沙漠，那边确实有沙漠的，风太大了，它只要一起大风就会有沙漠。它这个博物馆上面好像写了个纸，说是因天气原因闭馆一天，你说你那个里面有什么关系呢，是不是，那里面风又吹不着，反正今天这么好的博物馆没能看得到。煤炭地质博物馆，它里面肯定有很多的煤，还有讲到了我当时在大五口那边那个石嘴山博物馆，那里面也看到了碳化硅，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，那它这里面肯定能看到更多好的无烟煤，就是泰西乌金，一开始不太明白什么叫泰西乌金，就是说那个煤非常珍贵，堪比黄金啊，所以叫泰西乌金嘛，因为它没有烟的煤，你想一般那个煤烧起来都黑漆麻乌的，我记得我以前当兵的那个叫敦化，吉林省敦化市，一到冬天哦，下过一场雪，它一个月都它雪都快在了你们，但是那个雪上面就会落了个煤灰，你知道吧，那个差不多黑的不得了，就是因为那个它东北它冬天它要用煤来供暖，所以说它那个有烟嘛，那个冒都是黑烟，所以导致它那个地面的雪全是黑色的，知道吧，那是有烟煤，你想想石嘴山这边生产的煤是无烟煤，烧出来炉火纯青的煤我都没见过，真的我都没见过煤烧着还没有烟的。哎呀，这么好的博物馆今天没进去，可惜了。行，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，下期见。